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图喽。OK， 然后我之前有打一下，赚一下钱，我们可以买了这个吧，对这个。然后防具也有又有新的，不过我现在没有钱买，我们先装备一下。就灌牙。长得一样哦，看一下血迹有什么？不是这个。アナの宅急便です。就这个OK。来哦。哦。帅。不过他是往前刺，好像有点不是很方便。这个是会掉下去的哦。OK， 这个下面应该没东西了。OK， 那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不能踩就对了。OK， 我知道。某某，哎，哦，他是从我死掉，就是第一次督导那边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再买一次。对，然后再装备。OK， 哇，这个招式感觉蛮震撼的。吃了！哎呦哎呦！啊，那上面是怎样？好，不要紧。跳过去吗？先要哦。从那边跳了。哦。叫声音，哎，哦，莫名其妙来一个隐藏洞窟，那又不是什么？哦，你会被吃到的。可是那个过去吗？过去会不会死掉啊？试试看啊，可以耶，我不
我要手手上就是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先跳过去吧。OK， 好好好，行。下面有东西，他会不会死掉啊？我不管了。希望赶快进入下一个存档点。哦，立马就到了。Nice。这边的地图不知道多大。左边有东西，不过毒水沼泽带。用滑鼠点一下。OK 。不要再玩了。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，看起来是有。结果上面有张地图，就是通往下一个地图。那也太巧了吧！左边还有东西，我没走。真的，
下地图。先走另外一边好了。下面应该死路。地图太大就很烦。就要走右上角那个比较好，因为右上角那个可以走到底。靠腰，吓我一跳！右上角那个走到底的话，应该会没东西，拿一点东西吧，我猜的啦。那左边的话，应该会连到剧情那边，所以我们先走右上角的。有东西，地图，对，好，再走，这边可以走到底啊，走到底应该是没有剧情才对的。到了，怎么不去啊？哈哈哈。跳上去吗？啊，跳不上去哦，不行，他从另外一边。哦，这个，这怎么上去啊？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这有点难呢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躲掉了齁，哦，那边有个树枝，刚没看到。就是所谓的赚钱地方吧，很多钱。
吃。到了吗？到了。这边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OK。啊，就刚才那里。好，这边就是所谓的赚钱聚集地。哎，这边还有。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个？好像是没了，我也会回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快转好了。哦，好，刚才是到这边。现在应该是真的没东西吧。想说可以滑到那么下面，感觉是有东西。啊，没拿到。哦，吓我跳。好，看一下这边的东西。好，没东西。真的没东西了，不用再试了，快走。呼，先推这个。哎，不能推了，推一个。这样会被压死啊。管他的，他应该是可以完全不受伤的到对面来了。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用，算了。直接跳 ，OK， 怎么样？要打 BOSS 吗？你的存档都有点久。与其打这种边走边打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回合战斗画面的回合制。比较好玩啊。毒水沼泽地带，感觉地图很大。哎，剧情，某某，怎么啦？你会有种事情好像有点搞砸的感觉？没有，可是我们好像走过头了，四周雾气还变得这么浓，再这样下去肯定回不了家的啊。抱歉，拖累你了。没事的，了不起真的没路，我们就折返跑。地下神殿的蜘蛛到时候说不定也不在了。晚点回酒塔当那泡澡，爽分你一点。咦，怎样？不要？嗜酒如命的毛毛，竟然说要分泡澡爽给别人？你刚刚哪里撞到头了吗？你才撞到头了，赶快跟我起来去找路。这条慢吞吞的，有几条命都不够你赔。哈，要是我挂掉，你可轻松啦。对，到时候老娘都从森林上空直接飞回去，把你留在这当肥料。
不知道上头有没有蜘蛛网哦，你一飞上去连住，然后就去死啦你，哈哈。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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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不要打嘴炮了啦。喂，在上面我吃不到，我知道知道。是，有东西。这进去太大了吧？哎呦！哎呦！我刚以为跳不上去。真少钱。好，上不去了，糟糕。真的上不去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从另外一边上去。上面还没走，我先回去右上角好了。哎，不要跟我讲上不去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为什么一个箱子在这里？我觉得蛮奇怪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特意放一个箱子在这？有什么意义吗？嗯，喂，这里是……哦，只能跳中间了。我靠腰啊！干！我被骗了，我被骗。被骗了，气死我了！再次剧情，好跳，我在接冲刺了。哇，眼睛好痒。上面不管了。感觉左边有东西，可是我现在过不去。你刚刚打有打到宝箱的感觉，然后出现咪咪的自备的那个声音音效。好，不管，我们先上去吧。又是一个箱子，这箱子也不知道干嘛的。上去，上去。哎呦，我怕等下又掉下去又死掉。慢一点。Oh no no！ 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还以为下面是死悬崖，跟刚才一样。
这应该是刚才的。不是，不是那个小凤凤那边。是。有。那为什么要特地做那个？这个可以打掉吗？蛮好奇的。OK， 这个没东西。到了。哎，充当。土民工最花时间了。这是自己是独沼泽吗？应该还有地图。对，还有，好长哦，这里。啊，下一个有故事的哦，这应该最后一张地图了。下去就死了，下去就挂了。哎呦呦呦！吃。下去就挂了。好了。这边就不要玩了，安心过前面的地图。好吵啊，死蚊子！怎么上去啊？我要跳左边那边再上去。哇！难跳。Momo， 行走。毒水沼泽带，毒水沼泽带。再走一次。有一个 OK， 还有一个小票 OK。又是南边，白痴，有我在啊。这边有个存档点，大概是因为怕我们跳这个会很容易跳死。
起，这怎么下去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我就知道，厉害吧？我可是高手啊！这怎么难得倒我的啊？我有这样跳过去。再一次，换那个挡到你。来来来来 ，OK。拿那个宝箱，你就要跳到那边。好，我们直接飞过去。好，我们去拿那个宝箱。OK。哦呦，超贱的！放一个蜘蛛在那。不过这个图刺有点不太好用，因为它不能往上打，它只能往前打。哇，这没东西。可以买防具了，钱，哇，这地图也很大，不过这边钱蛮多的。应该很多人都被死掉很多次吧。耶，这个难走了。还好还好，我下面走过去就死掉了。哇 ！OK， 这边小心。哇，走这边地图都走了好，我走多久？走33分钟。这一集是看大家看地图。在叫。推测到意义在哪里啊？没什么意义啊，你只能跳了个黑条过去了。哟，终于，好，这一刀便结束吧。这一集有33分钟哎，各位。好，那。